子一时的平民天后徐怀钰，在出道满20年之际，举办人生首场大型售票演唱会《只想遇见你》作为纪念物，一开场就带来连串的歌曲，首首都是经典。成前多年后能再站上舞台唱歌给大家听，感受得到 Yuki 的紧张，尤其背后 LED 还播放着过往时期的照片，也带大家跌入那些年的青春回忆里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，我是女生。徐怀钰不仅准备了多首代表作，更请来任贤齐当嘉宾，看到昔日的同门师兄一起来站台，让 Yuki 好激动，忍不住眼眶泛泪。今天是很感动的一夜晚。对，其实我记得我当年我第一场演唱会也在这儿，就在98年，当时 Yuki 是我的嘉宾，今天我很荣幸能够成为 Yuki 的嘉宾。因为你知道要请小齐哥要请很久了，对，然后不管任何的节目，大小节目，我们两个几乎都没有办法在一起，无法合体。我觉得这是20年后的第一次，然后很感动，终于可以一起唱我们的歌。
这首歌我好想跟你唱。我也很想，我每次都自己一个人唱，你是一个人唱，别人跟我唱。今天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唱这首歌，献给大家。合唱的这首《水晶》却始终没有机会合体对唱，没想到会在20年后的这一天圆梦啦！相信对徐爱玉来说，绝对是加倍的意义重大，也让粉丝一同见证与 Yuki 一起再创重要里程碑。完全娱乐蔡雨雪、张淑伟采访报道。